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不管是电视机前面或者是在我们线上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比赛了。那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展元保卫战，在这里呢，展元果然是不负众望，是以3-0获得了胜利哦。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另外一个表演赛了。那我们请九妹老师来跟现场的朋友宣布一下对战组合。对，我们现场要接下来为各位带来是一场 BO3 的表演赛，那将由乐声钢铁人队的啾啾对上乐声钢铁人队的奶龙，所以是钢铁杯内战喽。对，钢铁内战。好，那相信很多朋友平常如果有收看直播习惯的话，在我们乐声钢铁人他们平常的直播台当中，常常有这个队内的互相战争。对，而且这两位选手都是在开直播的时候都是相当有趣味性的选手。好，那接下来马上就要展开3战2胜的表演赛了。那不知道在第一回合他们所选择的地图会是哪一张呢？这一边似乎选择第一张地图是这个双界。啊，双界是不是？所以奶龙等一下跟我们的啾啾，对，奶龙跟啾啾在双界，双界这张地图呢来展开对战了。这张地图非常的特别哦，是半成火山半成绿。对对，那但是呢，两边在建筑物并不会有任何不一样的影响啦。那在这里我们可以聊一下，其实啾啾其实实力也是不错，但是在国家杯32强、16强的时候，在这个 BO1 的比赛当中就被淘汰了，没有办法进入到我们最后的前8强。但反观奶龙这里呢，他是目前我们国家杯前8强唯一的人类选手。嗯，对，那他在这一次前8强的比赛当中，有一场的战术让我们真的是眼睛一亮，速战群。对，然后对，但是呢，在赛前呢，啾老师可能下指导方针呢，有一些传达上、沟通上可能发生一些问题。他一直深信这个战巡舰呢是可以带领他的军队踩破立场，勇往直前。但最后呢，很不幸的，战巡终究是飞越了立场。他可以飞越立场，踩破立场，对，他无法踩破立场。对，所以在他的军队，他战巡带领的陆地部队要前进对方家里的时候，非常的可惜，他的陆地部队呢是被立场挡在门外了，就只有战巡舰一个人呢是深入敌境。对对。好，那接下来呢？这一次啾老师要跟奶龙来进行对战哦，不知道在赛前他会不会又给奶龙出一些什么怪主意吗？对，因为真的是表演赛啊，但不过这次表演赛是回到 solo， 就是一对一的这种表演。表演赛，那我想应该还是非常精彩的，毕竟这两位选手平常在职业联赛当中都打出了就是各种的战术，平常在直播的时候也喜欢打各种不一样比较飘逸的一些打法，看看他们会来使用什么样子的战术。那是做一个 BO3 的表演赛，第一张地图选择的是联盟版本的双剑。对，那不管是联盟版本还是天地上面的版本呢，在双界上地图是两人点位哦，永远就是那两个地方，绝对不会有第三个位置。但是在这里呢，还是要麻烦九妹老师来帮我们报道一下双方的点位位置了。好的，在画面中3点钟方向的蓝色虫族选手乐声钢铁人的啾啾，对上的呢则是在9点钟方向的红色人类选手，一样是乐声钢铁人的奶龙，地图是双界。好，现在我们要看的是人虫对决了。对，那因为是单人打单人啦，所以等一下可能就没有办法收听包厢里面，包厢里面可能就只有指挥官的声音了。对，因为比较应该是比较少人会自己打，然后自己这边自言自语。有时候我会耶，偶尔会，但是尤其当指挥官提醒你说，就是比如说你要盖更多补给站，或者你人口不足的时候，你就会很生气，你就想，没有看到我正在忙，你会帮我盖吗？对，就是一个人打，就算自言自语，可能也是一些语助词，对啊，可能就比较没有机会听到刚刚那种精彩的队友之间的这种呼喊这样。那九妹，您个人在玩的时候最激烈的语助词是什么呢？啊，这个 NCC 应该会罚我钱，所以就不说了。哦，这样子。对。好的，那奶龙这边是一个毒口，而且这个毒口注意它有留一个位置，待会还是可以来挂附件的哦。对，不过这边是无瓦斯，所以奶龙在瓦斯应该现在待会要下、哦、没有，有这有可能是受到展元大哥的启发，我们刚看到展元玩神族的时候、啊、一直到第13分钟才下瓦斯，但也是足以达到威吓对方而且做完美防守的效果。对，比较晚的瓦斯哦。那我们可以看到啾啾这边是做裸霜，基本上这张图打人类裸霜也是主流的一个战术，主流的开局了。然后同一时间拉一只工兵过来侦查一下，看你有没有开瓦斯，巡视一下。对，巡一下、哦、那奶龙这边感觉还是要单兵营的无瓦斯开了，存钱已经存到300多块，待会可能二矿会直接二基地就直接放在二矿处了，这边直接拉出去也要做一个侦查。
但我想啾啾老师在这里呢一定会让工虫在前线拼命的阻挠他。嗯，这个工兵的话呢，这个是往回拉了啦，那待会可能会用异化虫来做一个二次侦查。对，因为人类这边的机枪兵是第一支机枪兵是已经出来了。嗯，那我们可以看到奶龙果然是直接把二矿放在自己的二矿位置咯。对，那同一时间补下二气。哇，奶龙这个开局不断经济，而且相当科技也会蛮快的，不过待会还是有一个比较薄弱的空窗哦，大概在防守上特别小心，大概可能要来大概可能要看时间来下碉堡做防守，因为这张图其实双剑这张图还是蛮容易被溜狗的、哦、如果舅舅待会抓一个 timing 爆一波提速狗，然后溜狗抓你部队出门，然后溜狗的话也有可能打伤人类的经济。对，那这个碉堡的位置就相当的重要，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张地图的二矿其实还算是蛮宽阔的。对，蛮宽阔的，所以他刚刚提到才容易被溜狗、哦、这个碉堡当然碉堡要搭配一些补给站来做建筑学了。是，那我们看一下九九这边是裸霜之后补了两只后虫，看他会不会来做双矿四后虫的开局，应该是双矿四后虫，因为九九到现在都还没下瓦斯，所以一定是一个四后虫的开局哦，用四后虫来防人类前期的各种前压。那这边奶龙似乎想要出二狼，兵营挂的是反应炉，同一时间挂在军工厂哦，不过奶龙的两个瓦斯都只有各一个在踩啊。对，这可能是刚刚瓦斯踩一踩让盖了反应炉跟这个军工厂之后就停到只剩两只在踩，然后还是追一下经济。好的，那接下来我看到奶龙是把第二个兵营呢放在自己的二矿的部分，那就像我们刚刚主任老师说的，在二矿这里是一定要下碉堡的。对，下碉堡做一个简单的建筑学啦，做一个前期的防守。那舅舅果然是做一个五瓦斯的事后重开局，待会重开会过得非常快，同时间五分半左右放下三矿，就觉得这是做一个三开的开局哦。不过这张图在三矿上的防守上，待会冲突在防守三矿上还是要特别注意的。奶龙这一边，哇，双矿三基地，双方都是表演赛第一场打的都是相当营运的一个打法。是，我们刚看到奶龙呢在兵营上面是挂载了反应炉之后马上跟军工厂来做一个互换，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火车是源源不绝的可以生产了。那自从这个后虫的射程加长之后，现在这个火车好像很难占到平。对，其实火车的话，对对，我觉得奶龙不要深入敌境，那这个火车稍微压一下重开进步，那火车大概后面再续嘛，你看到后面续第三第四台二郎，那大概三四台二郎的话压一下重开进度，因为你往前，因为基本上现在九九应该是已经四只后虫，第五只也要出来了，那现在后虫射程跟二郎是一样的，基本上后虫除非走位失误，不然的话要守住这两只二郎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所以这二郎稍微侦查一下压一下重开不要太进去，你真的要进去的话去至少也等到四只二郎，甚至是搭配待会后方的，哎，但是二郎怎么是二郎刚是卡墙吗？对，稍微好像卡墙一下卡到鹰了。对，是卡丁车常出现的卡墙。是，不还好了，至少没有被打死，拉回来大家可以维修一下。哦，奶龙这边似乎想要转一个枪坦，坦克开始转工程的支架，然后坦克开始在升，然后开始补一些陆战队。然后舅舅这边也是放下了自己的二本。是，对，舅舅这一边要开始攀科技咯，这边瓦斯已经补到四个瓦斯了。而他所选择的科技是蟑螂。对，这边哇，不过蟑螂池还要一下子踩好，而且他这个好有后虫，后虫也有不重开，所以走过来机动性还可以。再驱逐一下，因为毕竟二郎烧建筑是烧要烧非常久的，只要三矿没有工兵在里面挖的话，其实三矿给他烧一下是无伤大雅。对，哦，九九这边奶龙这一场应该是要打机械化，而是下两个兵工厂感觉要双生攻防了。是，因为我们知道呢在这个车辆或者是飞机它的攻防呢都是需要依靠军工厂。对对对，这个打一个机械化的话，那这场比赛可能就会打到一个十七八分钟甚至是更久的一个时间点了，因为机械化的话就是要慢慢成型哦。那九九这边下了毒爆虫草，刚刚已经有蟑螂了，那少量蟑螂稍微防一下少量的二狼，然后开始转有毒爆虫，同时间提的是蟑螂的一攻还有地面部队的一防，现在在爆大量的异化虫。所以看来我们人类这边呢走的是机械化，而在从这里呢会蟑螂搭配狗狗、那可是还有毒爆，但现在我们看到了飞糖狗这边九九也放下来了，对，九九这边也放下螺旋塔，不过这次螺旋塔是放在家里了，藏得好好的。我们看一下目前双方的经济，奶龙目前的收入是刚一度有矿螺，所以刚刚人类一度收到1800，不过现在又到2000了。哦，可能又丢了两个矿螺。对，又丢了矿螺。那九九这边收入1500，不过九九这边又补了三矿的工兵，所以待会收入上双方应该还是差不多的。好，这边二郎持续来回的战瞭望台哦。是。哦，这一边机械化部队选择升级的是地面机械化部队的一攻，还有空军的一攻。
所以待会很激进哦。对，所以待会还是有机会看到乃龙的空军的。那这边就一次提了非常多的科技，包括刚刚的一公一房已经好了，提速狗到一半，蟑螂提速到三分之一，螺旋塔也要好了。那我们看到就现在是飞了一个监察王虫进来做侦查、哦、那应该也是看一目了然，心里有底了，人类要走机械化，对，确定一下你的这个科技走向。 那九妹老师，那如果面对一个虫族选手面对人类走机械化的话，他怎么样的配兵组合是最好的？这个我觉得要看，因为其实机械化还有很多的变体，所以你基本上还是要看他的兵种的这个数量才来做调整的、哦。不过刚刚舅舅一波狗全部被这个刚刚坦克打了最后一下，二郎也烧了一下。是，对，我想舅舅这边已经很清楚，对手是要打一个机械化，这边同时间开黄金矿，待会挖一下黄金矿，然后做一个缓冲哦。这一边，哇，哦，这边看到呢，存够了瓦斯，所以一次可以爆出11只的飞糖。嗯，哇，这个、但是飞糖第一时间看到雷神可能。就是这个基本上矿区二矿三矿或者主矿放一只雷神做一个防守的话，飞糖除非数量很多，不然一定要退哦，因为这个雷神打飞糖是扩散的。是，所以这一边啾啾又刷了一轮的农民，基本上现在啾啾可以刷到大概80只，然后一直踩踩踩，然后看状况，如果对方机械化，因为机械化机动性差，所以当他出门的时候你开始下地刺，然后抓时间点溜狗或者是换家跟他换，因为机械化的这个机械化的机动性很差。那啾啾这位选手他也有的时候也喜欢打虫洞，有的时候你机械化抓他出门打虫洞也会有不错的效果。是，好，这边飞糖硬点，把飞糖放来点掉，不过这边有雷神，看到雷神可能要退哦，果然看到雷神退了，点掉。雷神在此。对，双方目前都在提二攻二防，舅舅提的是机械化的，舅舅提的是这个机械化的一防，然后如果还有机械化，我想他也很想出。地面部队的二攻啊，说的不好意思，奶龙，对，那舅舅提的是二攻二防了，舅舅在爆大量蟑螂。他刚刚飞糖可能看到对方已经有雷神了，所以有雷神还有对空炮台，这样子不就让飞糖它的机动性还有它的这个骚扰就大大降低效用。对，这一边看蟑螂会不会尝试的从三矿的侧翼这边来打一下。那其实有的时候你要破这个机械化也可以考虑空投。空投，空投毒爆吗？啊，可以空投这个蟑螂直接去丢去蟑螂直接丢下去，对，然后来破它的那个坦克阵。好，目前双方因为刚刚提到你打一个机械化的话就是打到一个比较长久的局面哦。那这边奶龙人口数13分半，奶龙人口数168，九九人口数已经满人口了，就这边可能蟑螂要从三矿这边来尝试的来进压一下了。有的他听到你的呼唤了，现在他派了一群的蟑螂，从他已经扑过半场了，是，所以飞弹炮台可能要直接被拆掉，而且雷神数量不够，你机械化部队就是慢嘛，那你这样一出门的话有没有考虑打一个双线呢？哦，这边差一点补给站，不过基本上还是没有影响到奶龙太多的经济。而且奶龙的第四个珠宝是盖好了，这边是不是双线的果然，但是这个双线这波蟑螂双不多啊，所以奶龙家中是有架坦克的，这波双线效果可能还好哎，没什么效果。我们看到提升攻防之后，这个坦克威力十足啊。对，这边果然是要空投了，这边在提升的是空投的科技线，是让我们的王虫可以搭载一些兵种。对，但是空投还要一阵子才会好，而且现在奶龙因为刚刚这波前压蟑螂没有换到，几乎没换到什么东西，现在奶龙可能要慢慢的推过来。哦，这个是雷神落单。怎么办？没关系，队友赶快来救一下。哦，但是雷神是被点掉了。对。哦，这边蟑螂不错，这边蟑螂就有机会换掉一些雷神了。刚刚奶龙这边换奶龙的这个阵型刚刚稍微拉了一点，不过现在我、哦、自己的部队又拉过来了，所以蟑螂又被打退。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到奶龙的机械化的攻防提得非常快，三攻已经在提了，二防也在提。是。然后蓝火也快好了，所以待会蓝火在烧这一个轻甲单位，包括异化虫，包括工兵是非常非常快的。哦，这个飞糖不去追这个指挥中心吗？99他现在可能在思考，可能是在家中营运了。99这一边要转三本了，看，可是应该来不及转，这一波前压绝对是来不及转寄生王虫了。我们看他这波99能不能够守住，但蟑螂的数量就近点。这边奶龙有没有拉一点太空工程车来做维修？奶龙好像没有拉太空工程车在维修，不过因为雷神是感觉这个机械化部队好像都没有什么损伤，蟑螂不够多，主要是蟑螂不够多，而且攻防也是蛮高的哦。这一边是二攻一防，不过其实啾啾的蟑螂是二攻二防，主要是蟑螂数量不够多了。对，这边比较可惜了，而且这边又爆了一波20几只的蟑螂，来不来及出来？是不是啾啾这边要进行一个转兵，所以它的攻防就及时升级了呢？
这边理论上应该他要三本好才能够继续提三公升。哦，也是也是。对，好，这边又爆了一波蟑螂，这波是守住了。这波守住之后，我们看有没有机会看到。好，成功的把这个人类的部队现在就给吃掉了。对。但这个蟑螂的数量还是不够多啊，所以是不是不敢贸然就这边开始在回头潜压呢？这边补飞糖跟这一个蟑螂。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刚刚奶龙一度要去，一直想去开那黄金矿，对，但是啾啾的飞糖就卡在这里，不让你开了，所以。我想乃龙可能还是要拉一些对空部队把这些飞糖驱逐走才有机会开出四矿，因为现在打到十七分钟的时间点，大概在十九分钟双方主矿就会干。哇，这个二郎要记得拉走啊，二郎打轻甲的，对，这个二郎被点掉两台，面对蟑螂就有点头痛了。嗯，这一边果然是要出寄生王虫，但是其实啾啾也有蛮多的飞糖，啾啾飞糖十六只，再补三只二十只了。这个飞糖的数量搭配这个蟑螂，我觉得啾啾待会还是可以尝试来策动一个双线。哇，这飞糖能不能够抓到二郎？有办法吗？哦，好像没有看到，似乎没有看到。啾啾这边满人口了，我在想他可能会二郎稍微吸引一下你的注意力，然后飞糖去打三矿。但我们乃龙这边人类呢，也是来到一百九十六的人口，对对对，所以才在说要利用这个人类机械化，机动性稍差，那你要做一个吸引他的注意力，打个双线，或者是等正面的这个寄生王虫成型了。但我们现在大龙塔还需要几秒钟的时间，啾啾很有钱了，啾啾现在金矿快四千了，哇，这个飞糖甩一甩着甩着，主堡的血量掉到剩一半，再甩再甩要掉了。会不会被点掉？硬点吗？硬点吗？但这边有飞弹炮台，红血了，红血了，着火了，点掉了，就点掉了。是，这样基本上短时间内奶龙四矿就开不出来了。我这边雷神很多，这边是双线飞弹往右飞，蟑螂二矿顶，我不二狼，好多二狼啊！这多少只二狼啊？三十只二狼硬烧，硬烧。就算蟑螂是重甲，我也可以一样。哇，这个飞糖这样飞过来硬换吗？这样会不会很亏？哦，这边有蟑螂，再次二郎硬烧，是甩雷神。我感觉最后还是雷神战胜。对，因为其实雷神很多啊，这飞糖其实占不太到太多便宜。这样子压过去，啾啾没有，啾啾其实刚刚资源很多，所以啾啾一次又爆了快五十只的蟑螂出来。但是因为啾啾这一边没有瓦斯，所以啾啾也没办法出寄生王虫。而且蟑螂从各个矿区、各个主堡走出来，没有办法聚集之后，真的是靠二郎在烧蟑螂。对啊，这二郎现在还有十五只，但是其实二郎打蟑螂的，二郎打蟑螂效果非常的差，你还是要靠雷神，但是雷神机动性就是比较慢才会跟上。而且这个蟑螂有一部分在高地白打，这一波应该就是守住了。啾啾这边又爆一波，主要还是二郎硬烧蟑螂，还是。不太划算，那这个喘息之后啾啾就可以转出寄生王虫。我们看到现在已经在生产斧飞了，对，这边在生产斧飞，但其实啾啾的瓦斯还是没有很多，所以斧飞大概就是六只八只的这样子补。那其实如果有六只到八只的寄生王虫成型，搭配一些地面部队，其实效果还是很好的。对，而且这一个我们寄生王虫的小虫啊，可以吸引非常多的炮火。对对，这个而且重点是雷神，雷神虽然可以对空，但是雷神打寄生王虫打得非常的慢，雷神是打空军，打这个轻甲像飞糖效果不错，他就只能够打那个寄生王虫的小虫，没有办法打本体。你如果手点去点打本体要打蛮久的。对，好，那这一边啾啾得到一个喘息之后，可以刚刚重胎铺的整个地图的上半部三分之二都是啾啾的重胎了，而且瞭望台也是都他站着的，而且这边这个黄金矿感觉开不出来，因为机械化部队，哦，机械化部队走过来防，那就有机会守住。哦，但是这一只蟑螂的数量很多，没办法守住，硬点了，赶快飞起来。但是你还好，目前只有蟑螂。但是工兵是飞不走的，是差翅难飞了。对，真的是差翅难飞了。那主要还是机械化的一些缺点就开始出现了，就机动性比较差。那你等到碰区看到三矿四矿阵型一拉长之后呢，在防守上呢就要特别的注意了。好，这边硬换，这边硬换来换雷神，那就选择然后觉得不划算。我觉得这个蟑螂要退啦，等寄生王虫成型。这个斧飞只有一只，但是啾啾一次又补了八只的腐化飞虫啊，寄生王虫五只，寄生王虫五只正在变。哦，这蟑螂不考虑等寄生王虫成型吗？这蟑螂可能有点心急啊，对，要拉回来等这个我们的五只寄生王虫成型，搭配蟑螂这效果是更好的。但还有蛮多只的斧飞，待会一有瓦斯还会继续的转寄生王虫。
主要是我觉得对方走机械化部队，那你从他要铺这么多，那你还是可以大可以利用他这个走的比较慢的特性，来回的拖到自己的机身往头好为止。对，哇，这个蟑螂数量还是比较硬扛，这蟑螂数量感觉还是不太够。那舅舅家里面又补了15只的蟑螂，机身往头越来越多了，目前机身往头来到了6只。哦，这个蟑螂还是会换掉了。而且我们奶龙呢，在这个第四个矿区的主堡呢，是决定要变身为行星要塞了。嗯，这样让我们主堡有自我防卫的能力。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奶龙这个正面部队雷神高达13只哦，后面正面可能有10只左右，那后面还有几只慢慢走过来。然后寄生王虫也很多，这边寄生王虫来到了9只。那寄生王虫待会在地面要搭配一些提速狗，还有蟑螂哦。他这边好，果然要做包夹了。这边蟑螂跟萤火虫哇，左右包。这边舅舅侧动是左右一个包夹，正面交战了。对，我们可以看到雷神在打寄生王虫是非常的慢的。对，这边寄生王虫持续的做一个输出，而且后面又补了一点点提速狗。这边这波雷神回得去吗？1、2、3、4、5，这五台雷神可能就要死。其实舅舅甚至应该要拉一些后虫过来做补血，这些寄生虫可能都不会死。因为他的后，我们看舅舅的后虫数量，我舅舅后虫数量没有很多，就后虫数量只有3只而已。因为有的时候会大量的寄生王虫加5、6只的后虫做补血，那不过这一波换着换着，这一个奶龙正面的机械化部队还是被玩吃掉了。那这样子目前达到一个25分钟，我们看一下目前双方收入，虫族舅舅收入是1500，奶龙收入就1000哦，所以奶龙这边收入还是稍微差一些，而且虫族这边还是有大量的资源哦，虫族这边有2000的金矿，1000的瓦斯，再次的暴兵做反压，我觉得奶龙的四矿相对是危险的。但奶龙这边呢，是有把他自己的主堡变成这个行星要塞，在第一时间还可以拖一下下，做一个简单的防守。拖一下下，但是如果他真的是暴兵，这大量部队硬压把你四矿点掉的话，你还是挡不住哦。好，这边奶龙又补出大量的雷神了，但是这一次啾啾也有大量的提速狗，而且他这一次带了大量的 SCV 太空工程车哦。对，要修理啦。对，我觉得机械化部队你不拉个几只修理还是稍微可惜的。好，哦，不过这边有蓝火二郎啊，所以这边蓝火二郎的话，萤火虫可能死非常快。对，这边啾啾还，我觉得他还是应该要等整个空中地面做集结，至少等蟑螂。你如果等不了机械，哦，机械在这边，有打的是双线，刚刚没看到，不好意思。哇，这边四矿整个被点掉了，寄生王虫从四矿这边打过来，所以的确还是打一个双线，用异化虫去吸引一下注意力。但要小心哦，在人类的三矿这边是有不少的对空炮台哦。但是这对空当然是打不到寄生王虫的。对，这个射程是完全打不到。我觉得现在啾啾的部队人数人机来到了，又要满再次满人口，而奶龙基本上应该会没有任何经济，三矿也干了，奶龙这边管经济是零哦。再拖着拖着，人类基本上就要被穷死了。现在他只能够生产自己最后一台的雷神了。嗯，这个补雷神速度也很慢哦。它不像虫卵的一次有四个。对，而且你看寄生虫打到后方，应该大量提速狗要再次做一个包夹。是蟑螂还是提速狗？看一下后方这边是蟑螂，啾啾又爆出了大量的蟑螂。好，啾啾这边大量蟑螂选择打的是二矿。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人口差距，本来从一个持平的状态，现在它差距是来到了70只多了，所以感觉人类就要失守啦。应该很快就要打下去，主要是没有任何经济啦。这一波就算守下来，这波就算守下来，九九下一波部队又会压过来，然后待会上面可能算是把你一些补兵的科技兵种点掉。对。哇，现在这些蟑螂是长驱直入来到人类的主矿这边，要来拆家了。而且舅舅蛮聪明的，他知道机械化部队回救慢，我就稍微拖往左边拉，让你雷神走过来一段时间，你抵住二狼回救。但现在雷神是走过来，但是也是走了一段时间才走过来，而且后面三四只被卡在那里，没有输出啊，被自己的建筑给卡住。那现在奶龙没有，几乎没有，就是最后的部队了。这部队死完之后，没有任何的经济能力，也没有任何的场兵能力了。对，我们看到现在人类的人口只剩下43，但是奶龙还想要再挣扎一下。对，这边啾啾开始重新出飞膛，出了少量的飞膛，然后提的是这个空军的一攻。这边又一波蟑螂。这波蟑螂的数量是还好，是没有很多，但是其实奶龙的部队也很少了。奶龙现在剩下几只雷神呢？奶龙现在剩下4只雷神跟19只的工兵，非常非常的惨哦。哇，好，这边强行点掉聚聚，恭喜恭喜，啾啾是拿下这个表演赛人虫对战的第一场的胜利了，在双界的这一张地图。
好的，那我们等一下呢就会进行第二回合，在这里还是要简单的请九妹老师来告诉我们，当这个人类出这个机械化的部队的时候，哎，像刚刚就是这样是做一个很棒的防守示范吗？对，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关键就是，其实刚刚一度也觉得啾啾有点危险，就在寄生王虫转不出来，不过其实乃龙刚刚有他出了大量的二郎，但是第一时间又跟蟑螂硬换，其实大量的二郎跟蟑螂硬换，二郎是很吃亏，所以二郎全部被换掉，然后后来拖着拖着就觉得寄生王虫出来了，那第一波雷神出来被玩吃之后呢，在经济上人类就是劣势了。好，了解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大家要记得回来哦。